我叫匡文，是一个设计师。前所未有的飞跃，巴比伦计划，男人改善自己的新方法。无论你是谁，无论你对自己有什么样的愿望，巴比伦重启进化，让缺乏魅力的你走向一个更好的未来。男人最想得到的就是那些他们永远不可能得到的东西，就像这个无处不在的广告里许诺的一样。我也有一个小发明，从一个 DNA 连接出无限的可能。凭借这个，我被邀请加入了今晚的拍卖会。从理智上说，我应该立马掉头回去，因为在过去的6年里，只要是从这个显赫的拍卖会里胜出的男人，都从此消失了。女士们，小姐们，今晚此地全球最有魅力的男人将被我们的贵宾最高价拍下，为了慈善，为了资助我们的巴比伦计划，当然也为了和您的一夜相处。现在让我们开始吧。我们天生会追求美丽的人和物，拥有美丽就意味着拥有魅力。你们每天都会见到我，我就是巴比伦计划里未来魅力男人的新标准。这个世界上真正的魅力就是财富。我的探险队已经找到了新能源，这会使我得到无尽的财富，也将使我成为这个世界上最有魅力的人。我不认为魅力是可以用其他词语定义的，因为魅力是上天对每一个人的恩赐，所以魅力很独特。而我的这个小小的礼物，可以让你用自信和灵感创造出专属于你自己的魅力。女士们，小姐们，你们现在心里面有选择了吗？恭喜匡文先生成为我们今晚最有魅力的男人，让我们开始竞价。我 Victoria， 我很高兴是你买下了我，所以我们来点点什么庆祝一下今晚呢？这儿没有菜单，也没有选择，但是请相信一切都是最好的。你这么说倒让我没有胃口了，我不太喜欢别人替我做选择。我倒觉得你不妨尝试一下。这是你的小戏法吗？
这不是什么魔术，只是一切都更好了。之前胜出的那六个男人也来过这儿吧？他们变得更好了吗？我并没有见过他们，但是我相信他们一定都有过一个美好的夜晚。很高兴今晚我可以和你一起度过。嗯，你没有骗我，这酒果然是最好的。希望今晚也是。这是你的家？这也是我的实验室。听说他很快就要问世了，可以先让我试试吗？当然可以，每个人都应该拥有的。你只需要想一想，你心里要什么。你曾经说过，你最重要的发明都是在这里完成的。你好像真的很了解我。可以带我去看看它的核心吗？那也许就会把这个美丽的夜晚给毁了。这就是你的数据库吗？那核心呢？看起来你对他很感兴趣。他们好像比你更感兴趣。我们现在该去哪儿呢？我们好像有伴了。你要的答案就在这里。
男人改善自己的心房吗？所以这才是巴比伦计划的真相是吗？无论你对自己有什么样的愿望，巴比伦。我要的答案都在这儿了吧？你的位置在这里。坐。你指的是这个牢笼吗？男人不是经常为了竞争座位而关入到牢笼吗？这么说，这六年来所有消失的优秀男人都在这儿。我倒想听一下你的大宴会有什么高尚的理由。力量。你们就是这些品格最好的代表。让你们聚在一起，获得你们最好的记忆，才能让所有的男人变成完美。巴比伦计划，这个广告我已经看得够多了。的确有人很期待，也为之兴奋。但是还有更多的人根本不在乎。男人有选择吗？谁不想变更优秀？谁不想变更完美？如果这些人知道，身体是一样的，脸是一样的，灵魂都是一样的，你猜还有多少人会愿意参加呢？你很聪明。可你有没有想过，人生最有趣的就是我们生来就是不同的，没有一个重复的个体，也没有一段相同的人生。而你的想法，你的计划，是在谋杀他们的人生。谋杀？这个世界上所有的杀戮，目的到底是什么？金钱、权力、武力、食物、女人，都是为什么呢？为了一个冠以正义的名号。实际上都是为了自己自私的欲望。去除你的个性，去除你的无限可能性，才能进化到真正魅力的新阶段。我不得不说，你的想法还是挺有创意的。这不是什么创，这是人类进化的必然。你就是这样说服他们的吗？你的想法对于那些失去希望的人的确挺有说服力，但是你觉得世界上所有的女人都能赞同？Victoria， 你的选择是什么？我的选择很简单，
他跟着我的心。你的心里在犹豫了吗？我从不怀疑您的选择，虽然今晚我看到了一些很不一样的东西。我还是把选择权交给您。我想知道你真实的选择是什么。我只知道我是花了大价钱，今晚还没结束呢。